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信无纺布有限公司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引荐几款无纺布产品。首先我要介绍的是农用无纺布。农用无纺布适用于农作物的各方面，例如地膜、水果套袋、育秧袋、保温棚等。在我手上的这款地膜，它具有抑制杂草、透气性强、保温保湿、自动降解等优点，常用45克和65克黑色无纺布。目前我们在国内成立了无纺布试验基地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医用无纺布。医用无纺布可适用于各大医院、美容院、卫生产品等，可用于一次性医疗床单、口罩、婴儿尿片和卫生巾等。瑞信公司的医用无纺布非常注重卫生干净，质量严格把关，让每一个客户都可以放心使用。最后我要介绍的是一次性台布。一次性台布可以做成小卷状、裁片状和独立包装等各种包装类型，可以满足不同国家客户的需求，是餐饮行业和其他户外活动的最佳选择。一次性台布可以做成五颜六色，任君选择，布面均匀有光泽，纹理清晰，切口利落，折叠平整，做工细致，确保可以做出让客户放心购买的产品。一次性台布深得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人们的喜爱，使人们的餐桌变得简单舒适。这一期的介绍就到这里，如果您对我刚才的引荐的产品感兴趣的，或者想了解更多资讯的，可以拨打以下的电话，或者登录以下的瑞信官方网址进行咨询和了解。再见。